天我们要煮这个沉香三文鱼哈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我这边有三片的三文鱼，我这边买三片十块，然后有大洋葱，这个洋葱是那种大粒的洋葱哦，然后这边是橙子，我放两汤匙，然后蜜糖一汤匙，酱青一汤匙，然后这边有牛油。如果没有牛油，用油也是可以的，可以放一些牛油下去。放一点牛油下去，现在你开什么火？开先中大火，给它煮多些。中大火，给它煮一煮，把它炒一炒。让那个牛油融进。三文鱼哦，三文鱼。我今天用的是三文鱼。这鱼要抹干哦，你们要用这个纸抹干一下。抹干，然后皮一下哦，那个皮煎那个皮先啊，先把那个皮煎香，这个样子让它煎一下那个皮，下皮，放皮这样，再去让它煎一煎。Hello， 我是阿姨好，对，然后刚放一下，你把它煎煎一下，再放出来。对，现在孩子他们都是上午的。都是喜欢上午的。你就盛出来，好，你看很漂亮的，你看是吗？这种锅哦，你就看。我们卖的每个锅都是一样的哈。然后你就把这个洋葱放下去。洋葱放一边了。多少你喜欢啊？放点洋葱。我青粉不多咯，哈，还有你。谢谢。电板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我这个就用这个电板。现在我们用电板，我们的火，什么都可以的。电板炉有两种嘛，一种是什么电磁炉，另外一种是那个什么，有两种。陶瓷。OK， 这个锅什么都可以用的，用火、陶瓷什么都可以啊，用电的都可以的。不会煮太久吗？煮太久会苦的，对吗？对对，这样子。橙汁，放一些橙汁下去。你这样是两汤匙呢？对呀，两汤匙。你这样很多哎。没有。两汤匙。橙汁放下去，哇，有那个橙的味道了。然后我会放蜂蜜。蜜。蜜糖，如果你不喜欢甜的话，你不要放太多。蜂蜜啦。蜂蜜，我这边有汤匙啦，如果你不喜欢太甜，你不要放太多，你放半汤匙就好了。请问白南他菜油可以吗？可以。锅是石头，韩国石头锅。最后我会放一点酱青，酱青也是啊，你们不喜欢太咸就不要放太多。锅是韩国石头锅哦，对，是韩国石头锅，它是石头锅哦，啊，源自韩国的。放蜂蜜的，所以这个有放蜂蜜，你们要小心啊！这个鱼不要去嚼哦，等一下很容易就黑掉。你们有放蜂蜜要小心哦，比如放蜂蜜的时候，那个汁很容易黑，会超大哦，这要快哦，要快。放蜂蜜。勾干那个汁就好了。可以了。你看那个蜜糖可以越炒越焦的，你看那个糖。蜜糖会越炒越焦哦，你们要注意哦。就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咱们把那锅拿起来，因为那个电板还是烧的。我知道。对，鱼竿拿起来，摆盘，现在我们摆盘，几个 cm？ 30 cm， 这个锅30 cm， 我们这个锅卖得很出名的哦，很多大姐，我跟你讲，新加坡的，你跟他讲，你有没有卖小妹卖的锅？一定有的，很多啊，你认识的朋友一定有，最少5-10个有买过的。各到十个一定买，很出名这个锅。感恩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今天的沉香三文鱼成功哦，给我们看一下，哇 ，OK， 今天的沉香三文鱼成功，帮忙按分享，谢谢大家 ，OK， 分享，我们星期三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